大家晚安，好久不见。因为考完试啊，我想说期中就让我暂停一下，我想说期中比较忙，所以就没播了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这样。里面是桃红色短袖，太冷了，所以我就披个外套。因为我在要变天的时候看到了这件衣服，所以才会穿它，才会就是在这个天气穿它。觉得它真的很好看欸。你们猜在哪里买的？考试顺利啊，国文100，然后英文60，刚好有及格，60/1，然后其他都还没有公布，这样，但应该都有及格。但织品材料学不太确定，但应该有个65之类的吧，不太确定，因为织品材料学有点小难这样。我是凭上课印象去写的，因为我也没有读，因为我觉得读了也不会，因为上课过后就是你不懂就不懂。而且好累哦，所以我就直接没有读，我就直接放飞织品材料学，就 let it go， 让他去吧。我刚睡了一下，所以看起来比较有精神一点。都好久不见，因为本人前几个礼拜去考试，就在忙期中考。今天难得空有比较，今天难得有放到一点假，明天应该也有放到假。那下星期会播吗？会啊，就正常。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会正常播。所以衣服在哪里买？就是很普通的 H&M， 是我今天去逛街买的。我今天逛街买了两个衣服。我今天逛街，你猜多少？超便宜的。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因为它的 size 跟它颜色，还有它的，因为现在换季，所以会有变价，就会变得比较便宜。就赚到，而且刚好穿得下，然后颜色是我喜欢的，我就买。很便宜啦，你们猜多少 ？H&M 的买到这价格，我真的是服了，就是一整个赚到。我用了一个很扯的价格买到一件，就是我都还挺喜欢的。还买了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件白色 T 恤，可是它就是也很便宜。对，大家看到标签，它就是才299这样。那也是短袖。因为我想说，短袖培训时候应该可以穿，短白色短袖，
很便宜吧？这件才200块而已。我真的是很会买耶，200块耶。就可能别人会求说你这是在菜市场没有，而且这颜色很特别，所以就是不太可能会在就是路边买。H&M 200块。它就放在最边边，我就捡到了它。越来越会逛街了，就是要捡那种。哎呀，之后有机会就可以穿上它了。非常喜欢这件衣服，开心！今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买到这件桃红色，而且我非常喜欢桃红色。我最近真的超爱桃红色，我还有很多桃红色的毛衣，我甚至有桃红色的毛衣耶，给你们看。我甚至有桃红色毛，我甚至有桃红色毛衣哦。哎，还有蕾丝，很好看对吧？就是自从读了辐射系之后，就开始一个乱爱买衣服，不要学我。这件是不是真的很好看？这件是一个日本牌子，就比较毛衣就比较贵一点。毛衣的话就2990，就2000多这样。我没有越来越少女好不好？我越来越帅了。颜色不代表一切，我跟你们说，有时候我也是可以很缤纷，我有时候也在很 colorful， 而且我的 colorful 是精致于桃红色，其他什么紫色啊、红色这种我还好。你们大家都很闲欸，怎么有时间看我直播？因为我也没有公告说我要直播。我就是这个礼拜就是想说，就是简单播一下而已。你们怎么有时间？因为我没有预告啊。什么叫酷妹路线？没有，我最近只是。觉得我最近就只是一个比较丑男而已，我最近是一个丑男的路线，对，所以可能会比较酷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女生，最近就比较丑男。怎么了？我一直都挺仇男的，只是没有在直播讲而已，只是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说我仇男这件事情，就一直都蛮仇男的。但对朋友不会有那种偏见的，就只是一个主意而已。就有些人很厌女这样子。就像有些 gay 很丑女、很艳女一样，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看了芭比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只是一个最近比较极端的一点想法而已。你确定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知道那个意思，就你们知道那个意思，就是我知道那个意思。然后就有人说啊，玲玲又在乱讲话，没有，我只是真的觉得，就是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跟你们分享一下而已，然后看你们有什么看法。我只是就是会好奇你们对这件事情看法是什么而已。就是我不喜欢，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被当女生的感觉。就是虽然我知道我是女生，可是有时候我很不喜欢有些男生，就是哦，你就知道我就是想要把你当成女生，就是我不喜欢，就是有太特别的，就是性别。不喜欢，好久不见。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我们学校的关系，就是因为读我们系上都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不是直的，女生可以理解吗？女生可以理解什么？什么叫女生可以理解？肯尼，哦，什么叫女生可以理解？但我觉得我，那我绝对没有说，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喜欢女生，所以才会讨厌男生。这种我没有。我只是就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不会特别去很刻板印象说我讨厌你这个人，因为你是男，不会这样。但我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才知道，哦，所以你们现在才知道哦，所以你们会讨厌我吗？你们会觉得玲玲怎么是这种人？对，是这种人。仇是要发生过什么吧，还是已经发生过什么了？不是仇，不是，就是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误会了，就是不知道，就是有些网络上面的言论就是比较偏向会是对女性比较不利的，或是比较是带有性别刻板印象去评判一个女生。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呢？我就会觉得怎么会呢？就是你们现在不知道，就是有一个 app， 好像是 IG 就是 IG 底下的一个，就是用文比较以文字发文的一个 app， 一个懂什么 T 开头的那个，然后就有好像我看到我的一个学姐，然后有，就反正就是身边有一个人的文是。是分享另外一个人的文，然后另外一个人的文就是拍一个比较身材比较瘦，比较不是瘦的，是比较圆润一点的这样子，然后穿了一个网袜，然后就说哦，可不要吃了嘛，这种比较批评或是比较极端的言论。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社会要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社会要用就是这种比较带有歧视或是去批判一个女性的身材跟去物化女性啊，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很敏感，然后我也不喜欢别人用这种眼光看待我，就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不喜欢别人跟我说，我觉得你太瘦了，要多吃一点。哦，我就是正常吃，然后我很瘦，就是那就不要再一直说，哦，我觉得你很瘦，我觉得你要再多吃一点，那样不好，太瘦不好看。嗯，太瘦不好看，有人骂啊，就是会，我就不喜欢别人说用那种，就是比较，我不喜欢别人评论我身材，我也不喜欢别人用比较男性视角下看我。我觉得有时候我很不喜欢男性凝视，就是看我，我就会觉得干嘛看我？就是我会看回去，就是如果他向下打量我的话，我会就是看回去，我会觉得很没礼貌，超没礼貌的，为什么一直看呢？看脸不够，然后来看你衣品吗？还是这样？就是超级讨厌别人一直看我。工作除外，工作的话那是工作算了，就是可以看的，在舞台上面。那如果是就是没事，就是走在街上那种哦，我也很讨厌那种搭讪的，我都不懂搭讪文化什么意思哎。你们会去路上搭讪别人吗？穆婷，你会感觉会路上搭讪别人那种人？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不行，你们大家不要再搭讪别人了，很打扰到对方哎。嗯，拜托，我在这边倡导，就是拜托不要去搭讪别人，超没礼貌的。好冷，怎么那么冷啊？冷死了。你还会再去棒球场吗？应该是不会了吧，没有，目前没有这个安排，目前也不会想去啦啦队，就是不会去啦啦队，我吴婉玲不会去啦啦队，比较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说毕业之后可能去啦啦，不会，就是我现在在说，我没有把话讲太快，就是我本来就没有要去啦啦队这个安排，就是我本人之后的就是之后的路应该会不是啦啦队，然后也不会，目前其实也没有在规划后续要做什么，但应该是不太会有继续很长时间的演艺活动吧，我觉得可能会休息一下子，除非有特别什么重大机会这样，但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我不知道啊，现在感觉没有什么跟他们有合作的，有合作，但是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合作。但现在，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主要的人去推这件事情，所以就现在就是一个停滞的状况，
就是不知道现在，对，现在是如何。可是还是会接商演的，就是目前我们的就是还是会接一些小商演的。偶像季是不是取消了？你们大家知道这件事吗？因为本身人就是想要走艺人或偶像，就没有想要当啦队。如果没有办法当成功的话，那我也觉得就没关系，就不一定要启用，就算了，就不一定也要就是当啦队这样，就不会当啦队。没有觉得不好，就只是自己不想。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做的好一件事情跟你想不想做这件事情差别大，就是别人觉得你可能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去做啊？你就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还要被硬着逼。我知道我可以做到啊，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有时候你的能力越好，跟你的条件越好，你的做事能力越好，就会被大家用说你就是必须要把任何事情都做好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你，然后我就会觉得。没有啊，我为什么就我其实没有对这件事情有兴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不做好还要被你觉得我不认真，就我单纯只是我没有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没有对戏剧有太大兴趣，就一点点一点点的。可是老师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可能真的很好很好。但我没有啊，就我就没有真的对戏剧这件事情有超级大兴趣和热忱，就只是有就可有机会就可以接，但没机会也不会特别真的想去找很多事情，不会。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本来大学我想说继续念戏剧的，然后甚至还考到了文化，但也没有念，结果本人跑去念。就是服装设计，现在念蛮开心的啦。有一部分是因为大一还蛮轻松的，的确真的蛮轻松的。虽然我现在作业还没画，但是之后大二听说会蛮爆炸的。本人已经规划好大二的，就是我已经做好要迎接大二的准备。对，我觉得好可怕哦。想要租一间工作室，但又没钱。大二又很忙，可能没有办法打工，怎么办？所以要先存这个钱。但是本人有钱，购买欲望就很高，就哦不，我现在是一个很想要及时享乐，但是又知道未来没有办法让我及时享乐，就是未来没有办法让我现在及时享乐，我觉得，但是我现在又很想及时享乐的一个很矛盾的状态。我们要放寒假了，时间过超快的，不知不觉就已经要，其实我不知道大学有其中有三次断考还是两次断考，可是听说好像只有两次，期中跟期末而已，但应该是只有期中跟期末而已吧。两次而已吗？可是我记得我高中好像有三次，就期中跟期末。好，那两次，反正就是我只知道一月就要放寒假。其实时间过蛮快的。但我很确定，如果我期末的成绩有保持，如果我的期末就是学科成绩有保持在及格状态的话，我学科是不会被挡的。然后学科的话就是国英，但因为很多人你都因为国英进修不是礼拜六上课，所以很多人礼拜六都没有来学校，那就是你根本人没来，就根本不没有考试嘛，所以就根本不可能过，所以。
可是国英其实重要的是你就是必须要过，不然那就是必修，然后你就是要一定要修这样子，你要找时间去修。我就觉得我要找时间去修我的国英，然后可能会是在大四延毕之后，然后要找时间修国英，我就觉得太浪费我人生了，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的国英是 pass， 然后目前是可以，我这样算下应该是可以。然后，我作业都有做，创机比较辛苦一点是作业比较多，然后老师又不会让我们废的那种课，就是老师就很直接跟我们说，你们应该也知道那种躺着就能过，你在那边睡觉都能让你过的科目吧？我要让怎么让你们知道我这堂课不是随便就能过的？他说，我的课就是你就是作业要做，不然就没分数。你只要六次没到，你是被挡，然后你就是抵修，你就不用来修了，你就，然后还被记其中预警，这样。但我希望我的数科成绩，尤其是创机或辅构，能是在能过以上的成绩，就是可能能过的话是75，对我来说能过可能是60-75，但我希望我可以到80或95之间。我不知道我的成绩，但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公开会跟我们说我们的成绩，但我蛮想知道我目前现在的成绩的，因为我做他作业很认真。不是第一堂课都会说很明清楚吗？对，可是他就是他没有跟我们说他成绩是怎么算的，可能平时跟作业就是平时吧，然后还有一个期，可是大学好像期中期末有些不固定，就是有时候会在期末一起考，所以像创机就是，然后辅构的话老师比较人比较好一点，所以但我都有去上课，所以老师也不会当我，而且我叫老师当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不好，就是我真的有来上课，但我真的听不懂，我希望老师当我再重修一堂课，让我自己真的有了解这堂课在教什么，我觉得我可以，我安心，然后你当我，就说老师你当我，然后老师就说我疯了，然后他就跟别的同学说，他就指我说叫我当他，别傻了，然后你都来上课，我不会当你，但我现在希望老师当我，因为我真的辅构很糟糕。期末才会知道分数吧，期中就想知道，要跟老师关系很好。Really？ 有这个门路吗？那我还想要跟老师关系好一下，真的假的？我体育课的话，我有旷课，但是我们体育期中成绩是测仰卧起坐，然后仰卧起坐，老师说女生仰卧起坐是18还20下是算及格，我刚说30几下，所以应该有超出那个标准，应该就有在及格之上。然后我的设计概论应该有及格，因为我去考试，然后该画的都画，该写都写，还有什么服装画也是。然后一样有过，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老师给的分数是什么，但是他以满分10分，他帮我写了6分，那应该就是有及格这样过半，然后我有交作业，这些都有交这样，艺术史报告也交了这样，那都有过吧。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教育越来越好过，真不是我要讲，就是连这种私立大学很好过啊，我不知道国立大学怎样，但我现在觉得就是只要认真做就蛮好过，但偏偏就是有人不爱上课，就是你没人没来就算了。真的，我真的是有闪人到你知道吗？因为我前几天都已经差不多期中结束了，然后那个人才来上，他上了第一堂课之后就不喜欢那个老师，之后他就没有再来上过这个老师的课。他期中结束就来，然后跟老师 talk 说，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是单纯他不喜欢这个老师，不喜欢这个老师，不想上我的课，不喜欢分组，就这样。我就没有来上然后到就是期中结束，然后来上第二堂。然后老师说还问他说你爸爸还好吗？然后因为我跟那个朋友认识，所以我在前面听到说老师问他你爸爸还好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你好单纯，这老师人很好，真的人很好。就认真真的是相信你说什么，我真的很相信，就是可能你站在电视出了点事情，爸爸还好吗？这样，那其实
就觉得老师很可怜，老师用真心对待学生，学生却这样子，觉得可怜，就是我拿了这些钱，然后教成这样子。我不知道耶，大学很 free 耶，有点 free， 太 free 了。大学太 free 了啦，就是你真的好爱上课。没有啊，我是想要一，我是想要拿到学历；二，我是真的喜欢服装啊；三是我觉得那边老师很棒啊，我喜欢那边老师上的课耶，就是他们很有料啊，我想要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哦，我给你们看我做的作品。我好累。我觉得是互相的，就是懂吗？你看，这我上次画的自画像，然后我用铁线捆绑，我用铁线去，我就去凹它铁线，就是用铁线去做的，然后去玩，就是去折它，然后做成了一个我的脸，然后去夹在上面。嗯，白色的点好像看不太出来，就是很是人的脸，你看到吗？就我非常喜欢他的课，所以我就很认真。因为我高中都没有就是上过美术课啊，所以就对这种很像美术课的时候的课很向往，很酷吧？而且我们学校又是比较让你自由去发挥的，就是比较让你自由去发挥的一个学校跟科系，再加上我们科系又是学校主要科系，所以学校会比较让我们比较自由发挥一点，利用学校空间或者资源什么的，所以我蛮喜欢的。而且我也很喜欢我现在的上课时间，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喜欢早起的人，大家应该都不喜欢早起吧。可是其实我是挺向往不用打工，就只是专心过大学生活的，只是这样子的生活，我就觉得很有学生的感觉。可是就是晚上上课也有晚上上课的好，你就不用上课很长时间，然后很像真的就是上才艺班的感觉，就是每天下班都会很期待今天上课的内容，或是真的是上才艺班的感觉。我那时候高三的时候也很期待每周六日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堂的设计课，然后去那边做作品，我都超开心的，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事情。可是就是那只有那个时间，所以我就会很把握每天晚上就是下班之后，上班的时候都很期待今天晚上要去上课，这样很酷耶。没有这么开心的当过学生过。
哦，这条是我在西门买的，200多，很好看，它是珍珠。看你好像很累吗？我现在有点习惯了，一开始比较累，现在有慢慢在那个步调上面，所以就还好。头发也长长了一点。之后还会陆续有一些商演活动什么的，就是要期待一下。我没有很累啊，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在一个同一个步调上啊，就是就我觉得日间部会比较认真一点，我觉得我们进修部会比较多那种不去上课，或是平常真的就是比较没有目标，就真的没有在上课的那种感觉，就也真的是半工半读的那种学生感觉。但是如果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话，在进修部会挺开心的，因为他就是给你一个早上的时间，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其实基本上早上的时候也算是你的上课时间，因为你有时候早上会去学校的图书馆，可能看书啊，或是去借车机用做作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打工的话，我觉得早上也是可以过得很充实。有时候我有打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真的会很痛恨说怎么今天没有排休，因为我想要读书，但没有办法我要上班，所以看你的比重咯，就是，但我还是可以。有把握，就是如果我上班，我还是会把作业做好，就是我一定会在上班前把作业做好。就是有些人可能说用早上做作业，但我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用早上做作业。像我11月的班，他就帮我班才超满，我这样一个月可以领到20000多的那一种班表，然后一个月可以领到20000多的班表长什么样子呢？而且我还是兼职不正职。可如果是正职底薪，如果正职底薪是3万的话，我20000多，你们就知道我兼职他班排有多多了。对，所以我们学校的话就是毕展啊什么的，得奖的很多都是进修部，有一部分是因为有些人是已经在业界有名，然后业界有学到一点，学到业界有学到一点就是。基本功，或是本身就是美工科出身的，然后有基础的，然后想来学校进修的，已经比过很多日间部，只是想要拿到大学学位的一个学生，所以很多有得奖或是真的是在校外比赛有得奖的，都是进修部的学生。可是那是小部分，那是一部分，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反正进修部比较好上，然后来混一下也有。可是就会被老师赶出去，我指的被老师赶出去，不是真的把你轰出去，不要来这种。是你如果不做作业，你不来上课，你就是会被比较认真的老师点，会说你来这间学校，你为什么来读这间学校？你讲出去这么好听，然后你来里面混吗？然后被讲之后，那个同学就没有再来过上课。那这样很显然就知道他就是未来目标不会是在这间学校，他。不来上课，他一样就是会被恶意，会被退学。因为那时候我在后面，我在前面，然后我就听到后面老师跟那个学生说，我是怕你之后如果就是旷课再严重一点的话，会严重到退学。然后我就听到，我就说哦，所以这是一个深层论嘛，就是你如果不来就被退学，你就会被自然而然的被淘汰这间学校这样。
我也很怕，我也蛮怕我自己被退学，但我所以我都有去学校，而且现在其实老师对学生的要求真的不高了，真的不高了，就是也没有让你真的是作业做到真的是达到他的要求或是怎样，可能之后会，但是目前老师已经比较放了，就是你只要来上课，乖乖就交作业，就是会及格有过，这样已经不会有对你太多苛刻的要求了。可是有些人就是没来啊，没有办法。像我之前就是没来的那个人，我就一直被点，然后我以为就是只有我那时候那间学校长这样，没有欸，我去到另外一间学校也长这样，我没有，我大学也长这样，所以那就代表哇，现在就是所有台湾教育，还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教育还是所有全世界教育啊，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台湾教育，目前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就是很蛮还蛮不好的。这个现象我觉得蛮不好的。两万很多，而且我跟你们说，如果我是正式生的话，我有那底薪的话，我这样一个月可以赚40,000的。但比较没有办法，是因为现在公司的状况，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比较喜欢爱买东西，所以就是那个会从薪水里面扣，所以没有办法真的拿到那么多钱。就都已经要12月了欸，存不到钱，真的存不到，在台北存不到钱啊，在高雄台中还行，在台北存不到钱。如果我现在我是高雄人的话，因为我现在的那样子的金钱来源跟状况的话，我觉得我在高雄应该会存到蛮多钱，然后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开心，就是想吃什么那个都可以。但台北物价真的是有够可怕，就是大家知道，但不要。我就是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苛求，特别去批评什么的，我就是把我自己的本分做好，希望好好的把合约走完这样子。本人目前的声明稿是，本人目前的想法就是乖乖把合约走完，然后对，就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了，就是一个很随缘的状态，之后把我自己做好，该公演我该公演，该工作该工作，好好的把合约走完就结束。那我们学校只有我们这个设计科系有夜间部而已，什么建筑跟美传都没有，可是可以去修。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是，虽然你是进修部，但是学校所有资源你还是可以掌握得到的，你该修的也可以去选修，然后你该参加的活动都可以参加，然后我们很多是日夜间同步的，所以就还蛮开心的。是可以绑头发的啊，他就是拿来给你绑头发，只是我会比较想要把它戴在身上做装饰。他就是因为我的绑头发一直在断掉，我想说买一个比较不容易断，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没有要洗头的时候就绑，我就会这样绑，因为我现在头发没有到很长，所以我就这样绑，就不会头发就不会淋到，然后就，而且它好像是也是比较防水的材质，头发，然后又好看，所以就可以就买了。有点贵，它其实60块就可以买到了，但没关系，
他在西门町那间饰品店买的。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件衣服，我只是可能单纯就是白色短 T 啦。可是这个 logo 其实我没有到真的很喜欢，就是但也没有不喜欢，就是 USA。你有看过这个 logo 吗？这 logo 是什么？怎么有点熟悉、啊？这个，你们之后看到我彩排可能很常穿，但是我很符合我喜欢的，因为我很少短版的那种白色的衣服。哎呀，才299哎，我真的是超会买啊！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本人是会买虚印东西的人，但是我最近告诉我自己不要再买了，因为它争议蛮多的，所以我就这批货到完之后我就不会再用虚印买东西，我就真的是我要把那个 Apple 删掉了，我就不知道我也呼吁大家真的不要再买虚印了，就是人家很压榨老公，虽然是很便宜啦，但也很好买，但真的是不要再买，我真的希望我自己不要再买了。其实成员蛮多人也有用那个虚印的，但真的告诉我自己不要再买了，万一真的不要再买了，我不要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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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不要再买了。但我不买淘宝，因为淘宝就不买淘宝，而且我觉得淘宝很难用，会买虾皮的，淘宝不会，不要再买，万一不要再买，而且我现在就告诉我自己，衣服尽量都是买就是市面上的，可能 H&N 啊、Net 啊、Zara 这种，然后是那种 Nicole N， 然后 Heisa， 你们知道那个吗？就是日本有一个旗下一个，就是 Nicole N 那个牌子，跟那个 GW 那个牌那个系列的。虾皮很多东西也是淘宝的，对，淘宝也很多东西都是，就是虚印跟虾皮跟淘宝，他们的东西就很像嘛，就一看就知道那是在虾皮淘宝买的嘛。可是有时候你们知道很多配件，那种丝袜或是那种真的是只能在虾皮跟淘宝才有卖，然后外面那种店铺很难，就是比较少在卖。可能像我想要买就是比较造型有的丝袜的话，就是真的要去淘宝或虾皮才买得到。可是我就是那种穿漂亮我会比较开心的人，就我虽然很累，可是我还是会让我自己想要漂亮一点。像我从开学到现在，我每天都有化妆，可是我的妆就比较不会是特别浓，就是已经变得比较像是日常的伪素颜妆了。像我现在看起来很像素颜，但我没有素颜，我有加底妆跟一点腮红，但其实看起来像素颜，对吧？可是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妆，看起来没有化，但其实有化的妆。没有，我今天没有被打散，我今天没有穿得很好看，我今天没有穿得很好看。我穿这个走在路上比较容易被看吧，这超亮的，这个走在哪都会被看吧。我喜欢它的颜色跟它的袖子，而且这个版型真的是符合我身，这版型根本是我的吧？就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很瘦，自己讲，就是，而且它其实让我觉得有点难脱，因为它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有点紧，穿得进去可能很难脱的那种。你不觉得这是我的衣服啊？200块耶 ，H&M 这样200块的衣服，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真的今天真的捡到宝了，这件衣服我真的很喜欢。它是我喜欢的袖子跟颜色，哈哈，很好看，对不对？很好看，对不对？原因的桃红色，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桃红色，然后是也蛮适合桃红色。200块真的很便宜，对不对？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合理没有，它原本
他原本闪到脖子，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买吧，怎么会这样都这么便宜呢？我看一下他原本的价钱是什么。两百块真的很便宜耶，如果200块是那种路边摊的话，那都合理。但它是 H&N 哎、欸、，H&N 竟然可以捡到这么便宜的衣服，我真的是很开心。而且要是这么好看，要是适合我的，我真的是很开心。买衣服能买到这种东西，就是很划算又好看的衣服，真的是无人能敌的事情，真是超开心，这礼拜最开心的事情。哎、欸，为什么我真的是撕不掉啊？算了，就这样。这样，他原本是499，他原本所以这件原本是500哎、欸，这件原本500，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变200了。我合理，我那时候瞬间怀疑我看错，但真的没有，他就是没有原价是500，原价500，我觉得很是因为换季，但管他哦，感觉台湾的天气有时候可能会变得很热啊。可是这样，这件衣服要怎么在冬天的时候穿？但没有办法。可是你们不觉得这件很显白吗？我穿桃红的蛮显白。好，我现在确定就是我超级喜欢桃红色。可是这个颜色我超喜欢欸，我超喜欢这个颜色。可能我比较浮夸，我知道了，我之后有事没事都要去西门的 H&N 看那个那一区有没有我想要的衣服，感觉就很会有很多。我喜欢这件衣服，很好看，你们不觉得吗？啊，我好喜欢哦，开心哦！你说之后公演彩排的时候穿这个，找到明丁服装的喜悦。品质不行，有吗？我觉得品质还行啊。我觉得我买个我衣柜大概有什么4-5件吧 ，H&M 的衣服，我就觉得还行，就是还行。我觉得有一件穿超久的针织的短版，我觉得没有不好穿啊，就是 H&M 就是很时，就是很一般民众、很大众的一个快时尚的一个就是服饰品牌。我有看到一件就是1000多的皮衣，但好想买，可是真的14就买不下去。然后我真的是差点买鞋子跟皮衣，差点，但是只买了2件。我本来还有看到一个毛毛外套，但毛毛外套没有买。穿了1年就穿坏了。皮衣穿啊 ，H&M 穿1年就坏了吗？我没有哎、欸，我穿好几年都没有坏、欸。会不会是因为你的材质，你买的材质问题？我觉得短袖的话还好，但如果你是买毛衣针织的话，就可能比较有吗？我觉得没有不好啊，有吗？那加速，你觉得我这件好看吗？而且很超烂，真假的啦？但我觉得这件很好看。
Zara 比较好，嗯 ，Zara 蛮好看，但 Zara 很偏贵耶，我觉得。我买不下去，我买不太下去 Zara。我会买，你们知道你们有听过就是，算了，不想把牌子讲出来，但我的那一间就是 Uniqlo， 感觉比较适合买棉 T， 就还蛮舒服的那种，就是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地方的那个牌子在日牌算是，就是在台湾很有点偏贵，就一件都要两三千这种，就我们家一件衣服都要两三千，然后是日本的牌子，然后。嗯，以日本牌子的话有更贵的，但他现在他的我们家的衣服大概落在中价位这样，中就是百货的中间价位这样。然后我现在能穿到他们衣服，是因为我用员工买的，不然我平常如果我不是那边员工的话，我真的绝对不可能买我现在打工地方的那间店里面的衣服，真的是太贵。啊！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我没有在改，就是我不管哦，我不管它是什么，我就是看它好不好看而言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它是写着我的名字的，对吧，陈家书？啊！很适合哎、欸，怎么会有这么适合？它真的是选择五万零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就这件了，然后结果看到价钱，200块。哈，可是这颜色很好看呢，这亮，就是桃红色啊。Nate 的衣服才，我跟你说，人家说 H&M 很烂，我跟你们说，我觉得 Nate 比较烂，我觉得 Nate 比较烂 ，Nate 比 H&M 烂，好不好 ？Nate 更烂，我跟你们说 ，Nate 真的烂 ，Nate 你要说烂，比烂 Nate 更烂，对吧 ？H&M 算好的 ，Nate 更烂，真的 ，Nate 真的烂，比烂是不是 ？Nate 睡衣等级但真便宜。内核的不行，我之前会买内核，单纯是因为它离家近，想买衣服比较方便。但内核真的很难穿，就是你们说洗的就换，你是内核不是 H&M 吧？是内核吧？内核吧，内核要烂吧？粉丝也不会送衣服给我，那在那边说，在那边好像很懂。很懂牌子，但粉丝也没有送衣服给我，都穷人只穿得起 Nate， 可是 Nate 真的很烂呢、啊。但我也会买啦，我之前会买，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再买 Nate 的衣服了。毕竟会买他是因为他家里近，但他现在在家里附近的 Nate， 我们在就是他现在离我家里附近近的那间 Nate 关了。就不会特别去 Nate 买衣服。我有送过，我送过周佳恩衣服哎、欸，他说这就是周佳恩的衣服哎、欸。
很容易 size 不对。还好吧，衣服的话我会比较想要收到外套，只是外套比较好送吧，就是外套比较好送。欸，这也是我跟周江去H&M买的外套，就是你觉得很烂吗？很烂吗？H&M还好吧。H&M 的外套吗？我不知道，算了吧。周佳宁，但这件外套就是真的很贵。大家不知道贵什么，但这件外套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也不懂，因为这件外套随便在网络上面买五六百都可以买得到，但它这件就是要买到6000，所以我就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卖这么贵。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想买这件外套，但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买了，但蛮假意我自己敢买的，因为这件随便虾皮淘宝五六百都有吧。根本看不出差别啊！我说这件五六百，哦，这五六百，行，就看出来它很，就看不出来它任何一个地方有这个有6000块的价值。但不看名牌的话，就是觉得这件怎么会卖这么贵？棒数嘞，很懂哎，家数很懂买哦，真是有钱人才懂这些东西。我不爱搭牛仔，牛仔很好搭，觉得牛仔很好搭欸，牛仔怎么搭都可以吧，你就全身牛仔就丹宁啊。脚麻掉了。没有，我在发呆。我最近很常发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穿这件给你们看，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衣服。谢玉的带你去流浪。这件就很贵，好贵，对啊，也对啊，我是桃红魔人。我喜欢它的蕾丝啊，
觉得蕾丝很好看，好看吗？我觉得很好看。那里面那件比较好看，是外面这件比较好看。那加速觉得里面这件比较好看，是外面这件。啊，我超喜欢这件的，我超喜欢这件，因为很少的人能撑起这个颜色，所以只要是别人不能穿，就是比较有个人风格跟颜色的话，我就会特别喜欢的衣服，这件衣服。那如果要用加速选的话，你比较喜欢里面还是外面的？对吧？所以有时候贵一点的适合衣服，不适合自己。很冷啊，短版毛衣确实比较好，是吗？可是有人觉得里面的比较好看呢。哦，对，这个洗的话要，它可能会坏，所以我都不太敢洗它，好像只洗过一两次吧。毛衣，对，因为它是毛衣，我觉得里面的比较好看诶。我觉得都行，我觉得都好看，但是就看你怎么搭啦。但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蛮经济实惠的。男生的话应该会比较喜欢里面吧，我喜欢他的袖子啦，就是我喜欢他的袖子。我不会用洗衣袋洗衣服，感觉就很容易，就感觉就很难用。洗衣袋感觉就很难用。对，因为很显身材，而且这件就是瘦的人穿的会比较好看。但我不喜欢别人评论我身材，我刚刚讲过了，所以请闭嘴。你说喜欢刚刚外面这件，你说这件吗？这件，我跟你们说，我觉得今年超多。今年超多牌子出这件，出这个种颜色的，是今年夏天流行颜色还是什么时候我流行颜色？我有点忘了，但反正就是我觉得今年很多这种颜色出现，就粉色系。
很粉啊，你们不觉得就是，你们不觉得是粉色系吗？就是红粉色系。你还不记得乳牛装也是类似做这种皱褶的，我很喜欢这种皱褶的感觉，紧身的这种。看来你对颜色啊，这就是粉红色，不然这是红粉色系嘛，不然你觉得这是黑色系吗？然后家叔说，看来你对于颜色还没有很敏感，不是啊？那你说啊，这是什么颜色啊？奇怪欸，我要爆炸了。你有时候真的很，就是有时候会很想要。就有时候会真的觉得怎么会有人生物会讲出这种很无脑的话？你知道前几次，你知道我就把我的自己的工作盒贴了我的转贴纸，然后我就贴 W， 然后就有说你的 W 是贴歪了，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人你怎么有人回复我这么无脑的留言啊？我想说没有，它是因为闪光所以看起来有折射，会看起来比较歪，但它其实没有歪。然后就说就算是歪了，你为什么要讲歪？我就觉得他讲有时候他讲出来的话会让我觉得很没有必要，我就觉得很生气。桃红跟粉红差不多欸，我就说大概是那个色阶的，就是那个色阶。所以我说最近就我说这就是这几期嘛，就是这一年来，就是很多品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公司附近有一间什么 IROO 我不知道怎么念的一个牌子，然后也是服饰品牌，然后里面的衣服，然后这一季是全都是比较偏桃红啊、粉红啊、红色系啊、白色系，就是比较偏粉白然后桃红类型的颜色，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就去查了一下，就他们那一季的品项，就是真的是那个风格。我没有很想要回答一些留言，真的是无脑好难聊天哦，你们。你知道有时候我在就是 Dolphin 上面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难聊，可是又很想跟你们聊天，因为很想跟你们聊天，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无聊，然后你们是我粉丝，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但是又觉得你们很难聊，因为真的很直男，你们知道吗？真的很直男。我讲一点，就是你们真的超直男的。所以我也觉得跟 gay 聊天会比较有趣一点，因为很多东西你们可能不了解，然后你们讲话就是很直男，就是，所以我会觉得直男就是哇不行，我不会跟男生相处，这样可以吗？我不懂，直男们，你们各种直男们，疯掉。这很直男的有啊，都哦，穆婷超直男，哦，直到爆炸，加速直到爆炸，超直男，哦，加速不完全直男，这直男啊，疯掉，真是很难聊天。Free Plus 直男。哎呦。但现在真的蛮多 gay 的。
真的是很，真的是我要疯掉了。你才值，你全家都值。没有。哎，值，你才值，你全家都值。没有哎、欸，我觉得我可能，我现在还在摸索自己的形象。我这样说起来我很怪。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有人很蛮多人会好奇我到底是喜欢，就是我会选怎样的男生。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对男生好像没有，我说我爸可能听到疯掉，说我好像对男生还好，没太感兴趣，就男生如果对我讲什么花言巧语，我很难动心，就是，但我不确定我喜不喜欢女生，我还不确定。不知道哎、欸，可是现在很多有才华的男生都是 gay 啊，蔡康永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但他是 gay， 就那种很有才华，然后很让我很欣赏的人都 gay， 蔡康永是一个我很欣赏的人，但他是 gay， 呼呼。对啊，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很多有才华的男生都 gay？ 他们已经可能他们战胜了下半身的思考。我在说什么？我你在说什么？他们战胜了下半身的思考。我不可能在直播有这种发言。不要骂我，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只是讲话比较直接一点，对不起，不要骂我。好好笑哦，他们是下半身没有在思考才用脑吧？我想一下。那就是，可是为什么思考要需要就思考动脑啊？思考用脑就好了。什么叫不是 gay 才会用上半身思考？好，没事。我最近想看一部电影《旺卡》，你们知道吗？旺卡好像是，我不知道旺卡是什么，好像是《巧克力冒险工厂》出的续集吗？是吗？巧克力的前传，是前传还是后传？是在讲就是在讲旺卡年轻的时候吗？还是在讲？之后那个小男生接手工厂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哦，因为作者一样吗？应该不同吧，导演。这是我最近的作业了。
出来是脸吗？就有点像垃圾。他如果不说，我真的会把他当垃圾丢掉的一个作品。是我的鼻子。对啊，是的，没错。小心别压坏了，我也觉得会很容易就会被压坏。差不多都结束了。就我现在觉得有点像在上美术课这样子，我还觉得我在读美术系，而且我其实我还蛮就是，如果要考研，那可以睡觉。其实我在想，就是我选服装到底是对还不对，就是好像如果我选美术的话会更开心一点，可能就是我可能会比较适合美术系，但我选了服装系。可是服装系又可以学到服装，就是美术系没有办法学到服装，我就觉得很矛盾。可是我以目前我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学美术的东西会比较开心一点。我先念个榜，第一名是玉，第二名是娃哈哈，第三名是华为，第四名是007，第五名是光泰，第六名是毁坏，第七名是小吉，第八名是武婷，第九名是于志伟，第十名是李思琪。感觉服装就是分类帽要叫你去的，很适合，什么意思？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分类帽？然后要叫你去的什么意思？分类帽要叫你去什么意思？哦，我的腿麻掉了，好痛哦，好麻哦。你心里的声音，分类帽是你心里的声音的意思吗？是吗？蛮快乐的，蛮快乐，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真的那件事情是我喜欢，是那个学校的氛围吧，就是我觉得我非常适合我现在读的这间学校，就是我一整个很适，就是我这个人很蛮，我自己觉得我很适，就是很适合这间学校的一个风气嘛，就是学校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风气跟一个氛围，但我蛮喜欢，然后我也觉得我是待在里面是舒服的。你不觉得吗？玉，你应该就是大家应该都多少亲耳闻我的学校。那玉不觉得吗？你不觉得我很适合我现在这间学校的风气吗？就是整个教他们的自由的教学风气很国外的感觉，是因为听说就是其他国内的学校、大学什么的，读类似设计的都还在教什么水彩啊，然后一些基础素描什么，但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教到一些比较实用的设计跟一些色彩原理。我不知道，
哦，被蚊子咬超痒，好冷。对啊，怎么可以风气那么自由？就自由到我真的是吓到了。你高中关太久了，早该飞出来了。什么叫高中关太久？你是说高中把我的思考禁锢住了吗？是什么意思？还是你觉得我的高中没有被启发，就是没有被老师发现到我的才华吗？还是什么意思？好像笼中，我这样好像笼中鸟的感觉，就觉得我高中没有被，我觉得我高中没有被老师发现我的才华点。如果我在高中有被老师发现我的才华点的话，我就是不会这么晚被发现，就是早发现自己。那现在呢？我觉得也是因为之前教过我的老师没什么想法吧。我觉得我之前教过我的老师之后好像没什么想法，他们自己没想法，然后会阻碍学生有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之前的老师有几个就是自己没想法，他自己没有想法，然后问我们有没有想法，然后我们有想法，他也不会去采用我们的想法的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其实也没什么想法，然后问我们有没有想法，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了，他自己又觉得不是他真的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就会觉得那你问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干嘛，然后自己其实也没什么想法，然后就觉得可能是因为老师自己没想法，然后又会阻碍学生有想法这样。你知道前几天老师给我们看一部电影叫《听见天堂》，然后《听见天堂》呢，好的流鼻水，就《听见天堂》是在说，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盲人，然后他是，我要卫生纸，为什么没有卫生纸啊？然后是一个意大利的，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吗？哎呦，哇！等一下，我拿不到卫生纸。哎呦！就是玉有看过《听见天堂》嘛，就是在讲一个盲人，然后是电影的音效师这样。然后他是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正常都看得见，然后就是有一天，然后在家里玩爸爸的枪，然后不小心意外，然后就是滑倒，然后就从那个一踩的椅子上滑下去，然后那个枪的子弹就被掉到地上，然后就嘣爆炸，然后他眼睛就因此失明，然后就被送到那种盲人的学校这样。然后他里面遇到了一个伯乐，就算是人生的贵人，他教他，他就告诉他说你看不到可以用听的、啊、什么的，然后因此他发现他自己的才华点，就是他的耳朵常会就是听力很好吧，就是他很敏锐的听声音的天分，这样天赋。然后就上帝关了他一扇窗，可是也会帮你为你开一扇门呢、啊。就为了他，就是我觉得上帝就把他虽然把他的眼睛关起来，但是他开了他的耳朵聆听这方面的天赋，然后就是。
用收音机去收集各种声音啊，然后虫鸣鸟叫，然后是真的是用他身边的物品去发做出来那些声音，然后做出了一篇故事，然后是原声带，然后都是他自己录制的那个声音，然后就是一个很有天分跟才华的孩子这样。可是那时候的校长就是会阻碍学生这样发展这样，那是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然后就觉得每个孩子，就是每个孩子可能都是有被发现，就是都有自己的天赋跟才华，但没有被发现，被可能教育体制啊也好，感觉看了会哭，就是感觉是被教育体制绑架，或是被思想给禁锢住，或是被老师们所教导的要中规中矩的那样生活，是被教科书上的一些国音数这样子的话，填鸭式的教育会阻碍孩子很多多方位的发展，我就会觉得很可惜。就像我那时候，我就有被，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电商做报告，然后就遇到了一个从国小就带我辅导课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就是有现在有在国中带那种社团课，然后就请我，他就想请我回去演讲，然后主题就是除了读书以外还有什么这样，就除了读书以外还能做什么，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发展很好，他觉得说我从国小就说我自己想要唱歌跳舞，到现在真的当了偶像，然后也读了服装设计，然后真的都是我除了国音数以外真的都是我有兴趣的方向，就是我一直朝着我有兴趣的方向走，就比较硬实，就是比较以才艺方面的发展，但一技之长的方式发展，不是真的以学科的国音数这样。他就觉得蛮特别，然后想要邀请我就回去他的社团演讲，这样讲就是除了读书方面还有什么重要，就是的确是，就是我觉得台湾教育蛮阻碍我们这代的孩子们的一些比较有创意跟有想法的发展。在我学校的话，会比较注重的是创意跟想法这块，也会所以我们学校才有进，就是全国前60的设计学校，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学校的校风跟教学风比较偏国外一点，比较偏在国内已经算是偏国外一点。就很少有学校是可以就是带花去学校外面拍，就是带花去学校然后做作业的，很少真的有设计学院是做这种事情，通常就是还是要叫你用纸画画素描什么的，我们也要，但是我觉得带花去然后拍花的各种角度，然后去解剖花，然后去画它的细节，我觉得都蛮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些色彩平图，然后是可以在学校各个角落这样子，我就觉得这间学校蛮特别的，就是跟我之前遇到的那些高中老师教的都不太一样。就高中老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要按照这个规矩做，然后就像是我拿戏剧来讲好了，就是戏剧当然也可以用比较有创意一点的方法教，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高中接触到的戏剧就会比较有一般，也是要照，也就是要去分析剧本，然后很公式化的去分析剧本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很无聊啊，就是很公式化这样，就我不喜欢。其实我觉得戏剧也是可以比较有创意跟比较自由发挥的即兴之类的，但老师就很少教这块，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真的没有学到，还是老师没有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现在过得开心，就我觉得我没有后悔选我现在这间学校。在当时在选要去学戏剧还是学服装的时候，我现在没有后悔，就是我现在走到这里。没有啊，可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讲究，我们服装设计也需要讲究基础啊，就是
就是比较素描就是基础，可能在戏剧方面分析剧本是基础，那我们素描就是基础。对，我觉得我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可能他潜台词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他那个标准答案就是那个对方想要讲出来的，就是今天晚上没有空，其实他潜台词是问你说要不要吃饭，那这要不要吃饭这是一个已经标准的答案，就是他其实想要问你这个答案，但他有没有可能是有别种答案，就是老师好像那时候就也没有告诉我关于这类型的东西。像我那时候写国文考卷的时候，我拿我的国文考卷，哦好累，我那时候写我的国文考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很看得懂他题目出的什么意思，但我又照我的方式写，然后我拿到了100分，我可以念给你们听。他说《道德经》第八章，就是我们试题，然后我念给你们听。他说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高的德性，最高的善，就是像水一样接近道的精神。第二章也提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为夫为弗居，是以不去，此二者有何相关？你的看法为何？试论述之。然后他要我们回答的方式是前言、主论跟结语。然后他的前言是要我们写出对这句话的想法，然后主论是要我们分析这段话的想法，结语是写出你的看法。然后我对于我刚念的，我就想说，同样都是以不争不抢与世无争，别人觉得重要的可能是财富名获利，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身外之物，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在于内心层面的富足。我跟你说，其实我没有很看得懂他说的题目，因为其实他是文言文，我以为我超烂的，我根本看不懂，但我就抓关键字啊，我就他说水利万物而不争嘛，就不争不抢了。他说这则是最高的德性嘛，然后就像水一样接近于道的精神嘛。反正我就是想说，好像就是在讲就是这类似的，然后我就在乱写。但老师好像很喜欢，所以他就给了100分。但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可能高中有看读比较多书，所以会比较能抓到他的关键字。哎，玉要不要来帮我解说一下，我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分数？我自己都不觉得我可以拿到这么高分。如果不擅长画画，读服装设计会不会很吃力？不会啊，就我啊，我不会不擅长画画，但我目前没有读得很吃力，目前了，超好笑哎、欸，很。然后我就他的前言我就写说，同样都是以不争不抢与世无争，别人觉得重要的，但可能是财富、名、获利，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身外之物，真正重要的其实在于内心层面的富足。很多时候我的主论就是要写那个1、2、3啊，就是那个标题，就写你第一段第二，就是比较是偏向于条列式回答这样。然后第一段就写，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满足的原因可能是比较使自己无法发现自己身上现有的美好，而去放大别人有而我们自己没有的。然后这是第一个主论，我第一个主论就写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满足可能是因为比较这样。
然后我就说比较时自己无法发现自己现身上现有的美好这样。然后我的主论二就写说，其实很多时候越是不去想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反而看不见自己身上的特点。多多感谢知足现在生活所带给自己的快乐，无限的去放大。哦，疯掉了！我问了一个，我真的是很会写，真的很会掰耶。好，对不起。好，继续讲。我自己现在看，我都觉得我自己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就是会考试而已，就是会写，但不见得真的明白他在想什么。然后我的结语就写说，结语就是写说自己的看法。我就写说，可能身边的人多少会遇到一些恶，但如何像文章中所提到的，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顾及于道，我觉得就是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的心怎么想，一个人的行为也会跟着显现出来。哇嘞，你在写什么？老师很喜欢耶，真的是我要疯掉了。怎么会老师是其实不是教国文的。他是校长，就是教我们的国文老师，我们国文老师是校长，所以他教的方面，他教的东西也会比较偏向于道德跟思考一些，还可以吧？不知道。玉要不要来评论一下？这是玉的专长，他的专业。可是我看别人也都有写，但也没有拿到一百。结语是真的不错，他也是要疯掉了。我真的觉得我前面的烂写是因为他真的是文言文，我真的看不懂，但是我必须要写。但是老师可能觉得结语有够，有达到他的点，然后他觉得不想好。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不予置评这种，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写什么。然后。第二题是，好好笑！第二题是什么啊？第二题是，庄子主张其物逍遥，顺其自然，决胜气质，忘情寡欲，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试问，在这忙碌的生活，各方压力下紧绷的情绪，要如何学习庄子的身心自由，活出真我？我跟你们说。这个第二题是我拿手的题目，因为我就是各方压力都在我身上嘛，所以这题的话我就写就是蛮有感触的。第一题我真的是看不懂他文言文在写什么，但第二题我就是蛮有感触的这样。然后第二题就写，我觉得古人在碰到困难焦虑不安是一定有的，但他们却好像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淡，我觉得可能是跟他们的想法有关。我的前言就是这样想，可能是跟他们想法有关。然后我的主论就写说，一很多时候不是担心焦虑紧张这些人所本身有的情绪来就会解决这些难关的这样。然后主论二我就写说，很多事情其实就如同文章所说的，顺其自然，因为事情会发生就是会发生，该来的就是会来这样。然后主论二我就想说，有时候放开手看开一点，会比起一直去纠结内心的一个打不开的结来的更快乐和自由。然后结语就写说，平常我身兼了很多社会上的角色，学生偶像，平常除了上课外自己也有打工和接一些关于自己本身的兴趣有关的表演工作，所以平常的压力是很大的，也很常纠结一些自己得不到却一直很想要的东西，所以把自己搞得很累。我想如果能像文章中庄子所提到的身心自由，活出真我，真正的去做自己，不管外界的评价，坚持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尽管再累都是值得的，
很多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的压力其实是可以使人成长的，这样。好，然后 第三题是，哲学就是一天一天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答案。我觉得我在上哲学课，不是在上国文课，我要疯掉了。不是啊，他的这个期中考试题就是112学年中国哲人的智慧，哲学就是一天一天的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答案。传统父母之命的婚姻，如同鲁迅、胡适、徐志摩。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出这题吗？因为上课的时候他就有教我们徐志摩的三段怎么 的三角关系，三角感情，他就有讲到徐志摩这个人，他说。都是被安排的婚姻，你看到他们衍生出来什么样的后果？如今你是处在民间开放的时代，拥有自由选择恋爱与婚姻的机会，对于婚姻的态度，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做法？我没有，我为什么会有对于婚姻有任何的想法、啊？我要疯掉了！老师出这题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真的对婚姻没看法，但我还是必须写嘛，我就写。然后就写说，前言，我觉得胡适的婚姻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家人认为的门当户对，却并非内心自己所向往的爱情。好，主论一，现在的离婚率居高不下。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要写婚姻。现在的离婚率居高不下，结婚离婚一下子就可以了。这也让许多人认为吵架就离婚，没什么挽回的余地。然后主论二，其实我觉得可以从爱情走到婚姻都是缘分，当然对象要是自己爱的，对方也爱自己的，彼此相知相惜，选定了对方就不改变，互相很重要，没有一件事是自己的。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没对婚姻没看法，所以我就写得很笼统。对啊，婚姻对我来说还太早了。然后结语就说，当然走到婚姻就不是只相爱就够了，当然也有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问题，所以彼此的沟通和价值观都是走入婚姻的重要考量跟因素。我真的是就这样没了，但我真的这样拿到一碗，我真的觉得老师真的是给分很蛮充足的，就是。但是我有点意外我可以得到这么高分数，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交卷的时候，老师觉得我的格式不好，就是他觉得我的格式太紧，就是太密了，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很清晰明了的格式，就是主论结语前言主论结语，然后主论一主论二，就是排太密了，不是他喜欢那种清清楚楚的格式这样子。他就跟我说，如果以后要写这种类似这种东西的话，要很讲求格式化。他说这样子就是评委跟评审就是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以为我可能会被这样子扣个十几分，但没有。不是啊，他那个第三题说那个婚姻，叫我写婚姻，我真的不懂我能了解到什么婚姻。然后他的第一题是文言文，我其实真的只看得懂水利弯吾而不争这句话而已、啊、我真的觉得其实我没有写很好，但是谢谢老师给分很宽裕。但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奇怪的是，可能是我写到老师喜欢的点上吧，就是其他人也有写满啊，但也没有拿到100分，所以我觉得老师还是会看，但谢谢老师喜欢。没有啊，我看人家也有写，也是70啊，就我看人家有写全部写完，也是只有70、85、78、85啊，然后90啊，然后50的也有，60的也有。我也觉得，我觉得老师，就只是，我觉得老师给分很自由，就是他觉得你觉得的东西，我不会批评你，就是，我觉得那个老师是每个，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学校老师
不会给个标准答案，就是像我现在学的算是艺术方面的嘛，然后艺术不会有标准答案，所以老师给分也不会用一个标准答案去给分，然后也不会说哦，我觉得你做的不对。他可能比较有一点的是，这个他会规定你说这个作业的格式是什么，然后要以全版什么版面啊，或是会要你以一个什么大小的纸张去做创作，或是要全满，或是可以留白什么的，比较有规定的这个。除了这些规定以外的话，都随便你去创作，也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国文课会让我觉得蛮新奇的是，不会有个标准答案。他你写这样子，老师不会觉得你写不好，他会觉得哦，这就是你所想的东西。但是老师会觉得你写的好，是因为，你是他老师有 get 到你，然后是真的觉得你有在思考过后写出来的东西，老师会觉得很好，他不会觉得你写不好，你不跟我想的不一样，不会。对，我觉得老师给那个什么其实是因为写不完整吧，就是给老师的感觉就是没有，我觉得你没有看完这个文章就写的那样子。我觉得那老师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所上的一些比较像类似创机或是设计概论这种创机比较创意类型的话，我觉得老师也比较会以一个情感去打分数，可是那个情感是看你的态度，不是真的喜不喜欢你这个人。大概吧。就是老师他没有很期待，就是我真的觉得你写超棒，或是我真的觉得我看懂你了，你有 get 到我的点，或是你有踩在我点上。老师不奢求这个，他只奢求我们真的去思考。对。然后，我真的我这样讲起来，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一个认真的学生。然后，因为没有人下课后还会讨论功课吧？会吗？会讨论功课的学生现在很少吧？就我。我是一个乖小孩，我真的超乖。你知道我朋友说我超乖，我真的觉得超酷，因为我高中是被老师当成那种超叛逆又没救的那种学生，然后结果现在被大学同学说我超乖，他说我是那种超乖的那种，作业都会做的那种。我也很想听啊，老师怎么看我这个小孩的？就老师都会说，我觉得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但老师好像目前还没有说过我是什么样的孩子。就是我会很想要有一个真的是一个老师跟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但目前好像还没有老师这样很认真跟我讲过，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孩子。玉，可以讲一下，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吗？就我很想要，我很喜欢听别人对我的评价，我蛮喜欢的。然后老师就说他觉得态度比较重要，然后作品好是加分。他看你这个学生的好与坏，他不是看你作品的好与坏，是看你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的，这是蛮重要的。我真的觉得态度很重要，因为老师说没有啊，我们就是系上也很多人之后也没有走服装啊，但是他出社会之后，我就觉得态度就是出社会之后最重要的事情。他所以老师很看重态度跟认不认真，然后作品好坏是其次，是加分这样。
我朋友就说，没有啊，你随便做他都喜欢的。其实我也不确定，就是他是不是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很棒，或者他对你有好感，或者他喜欢你，你的作品他就会喜欢。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传说啊？就是在艺学艺术的，好像都会有人就他喜欢你，你做随便做他都喜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传说，但我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朋友说你就随便做他都喜欢，你就说随便做他都喜欢这样。然后想说随便做他都喜欢。然后就想试试看，如果真的随便做他不喜欢，然后我想说，搞不好我随便做他会觉得很好这样。哎，不知不觉就两个小时了耶，好快哦！刚刚想说一点那个一个半小时就关，结果现在就是不知不觉要两个小时。我不知道哎、欸，不是啊，哦，他，我觉得是一个老师会喜欢认真的学生，但是，他喜欢你这个认学生，是因为觉得你很认真，你很努力，所以如果你随便做他，就代表你不认真，你不努力，他也不会去喜欢你的作品跟你的人。他说，就作品都看出来，就认不认真，然后就是有时候我真的是真的做到手很痛这样子。做这个真的是，我做这个手很痛，真的很痛，超痛。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很痛，但因为我是用绕的方式，我的铁线会就是被我会绕在我手上，然后我这样，我拉，手超痛。然后昨天晚上，然后又很冷，然后我的手就是各种受伤，你知道吗？就各种刮伤，然后各种裂开。疯掉，然后我今天就狂涂护护手霜跟乳液。遍体，对，真的是遍体鳞伤。我的手不是我的了。好了，就这样，只要成品出来再跟你们分享。拜拜，拜拜。明天应该还会再播，这礼拜一定会播。就是我现在，我之后播直播都应该会在六日哦。拜拜，这个月的话，拜拜，明天见，拜拜。明天大概应该也是这个时间，拜拜，没意外的话，我要去休息了，拜拜。好，拜拜。